好。赵馨宇他的 foundation 非常好，他的逻辑性，他的技巧都非常的通顺，而且他的 flow 很好，而且在音乐里面，觉得他们俩对音乐的把控，然后对音乐的理解都是非常到位的，然后后面也会有很多舞蹈类的编排，然后我觉得他们都能跟得上。